好，我是传递幸福的 Rico 姐。今天手上有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稀有的鳄鱼包包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当然就是这一款 Constance Croco 鳄鱼包。它的颜色是冰川白，就是在鳄鱼皮里面非常非常受欢迎，也是非常非常 premium 的颜色，8L 冰川白的颜色。当然近年来大家都知道，白色的包包已经变成仙女们所追的一款颜色，因为白色都是非常百搭的，而且当它配上金扣的时候，真的是你完完全全的仙女气质都会被拉出来了。今天呢，特别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款很有气质的8L 冰川白 Constance Mini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是 Alligator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Matte Alligator， 所以它有一股低调奢侈的感觉。你可以看一看它的纹路，看一看当它配搭金扣的时候是多么的高级，多么的有气质。有一些妹妹们会告诉我说，哎呀，鳄鱼实在是太成熟了。其实当你把鳄鱼配搭在比较青春的款式，比如 Constance， 以及比较鲜丽的颜色，比如白色或者是奶昔白，都会显得比较青春的。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看一看，你看你可以随便的配搭牛仔裤、T 恤，一条裙子，就是非常非常高级的look了。其实它整个迷你康康的设计是跟普通皮的迷你康康一样的，它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鳄鱼皮跟稀有皮的康康后面是有一个 pocket 的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现在后面有一个 pocket 的 design， 因为现在我们都很需要放我们的 T 恤、我们的 mask 跟我们的电话，所以当你的包包后面有一个 extra pocket 的时候，是非常非常的好用，非常非常方便的。当然其他的东西都是跟一个普通的康康一模一样。我再放大镜头给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纹路，它里面有两个 compartment，这边，然后这边。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非常低调奢侈，但是又不是气质的冰川白 Constance Mini Croco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加多的包包 review 视频，记得要 lik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咯，谢谢大家。